你不信是吧？我不信。我告诉你啊，一个西瓜放在这儿啊，两刀啊，头一刀咔嚓，这是几块？两块啊。我切第二刀就变成十块，你信吗？根本就不可能。它就是十块。那你说这刀你怎么比划？我第二刀一比划，你就说十块。你比如说我看看，几块？一万块我也信，一万块我也信，服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印度怪张家元。这个叫驴，来，朋友，记者朋友们看一下，这个叫驴，知道吗？驴。好，今天科普时间就到这儿了，再见。他还没干了什么？我的手机。什么？